啊？你有什么头绪吗？我他妈怎么会知道？哈？哈？哈？我不想我动。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不想动，我不想动。来，我大胆想，我大胆想法，这边挖开。我突然不知道怎么玩这个游戏，被 挖怎么办？开，这光救我！没事没事，这看看看左边，左边有盖墙，然后最左边挖开，然后就往下走了。这游戏怎么那么难玩啊？我的妈！上面有一个飞速度超高的那个东西，哪里啊？对的。而且还有那个蒸汽舱，想开这啊，我怎么办？不是啊，这游戏太难玩了吧？是怎样啊？Surprise！不是、欸，不是这样搞人的、啊，那一样，照计划进行啊，只是把这边挖一挖欸。而已啊。什么计划？我不懂啊，什么计划？不是啊，我这样储藏区得放别边啊。食物的可以放着没关系啊，因为反正他们下来顶多吃食物啊。但是我武器那些绝对不能给他们。就放这里啊，不然怎么办？这里啊，好像也是。把墙给我盖回去，操！我不知道，这游戏好难哦。这到底怎样啊？我们把右边挖开，会不会还有一片地方啊？不可能啦，等下右边挖开，那边其实有一个王国，里面有几百个人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还记得我说什么吗？你想什么？没事啊。没事，是 OK。不要再他妈立 flag，拜托！等下再挖出一片区域怎么办？